牙医的话，就是会麻醉会有影响？不太会有影响哦。两个第一个打的位置不一样，然后第二个我们、就是这种就是很少量，只要在双眼皮上几点。不能洗脸，大概当天不要洗。双眼皮缝完之后，如果状况顺利的话，不是一般我们讲的掉下来，那个是眼皮越来越垂，把那个你原本的双眼皮的地方盖住。那眼皮为什么会垂？就是老啊，哦，那不能抵抗的是地心引力。辐射线，常常看手机，常常 看电脑，很近看东西，睡觉看东西。拍完，因为眼皮会往上翻一点，睫毛往上翘，以前就觉得有点畏光，那久了就会适应。